看，糟糕 ！Yes， 糟糕了，结束了，糟糕了，对。事情要跟粉丝说呢。哦，对了对了，这件事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事前才刚刚庆祝完共享观点 YouTube 频道满20000人，转眼间已经满了30000订阅人。哇，这么快！而且我们共享观点 Facebook 也即将要满20000个粉丝了。真的十分感谢粉丝在留言板上的支持跟鼓励，大家的心声我们都听到了。以下这个日期跟时间千万不要忘记哦，4月19号礼拜一晚上8点，是礼拜一晚上8点，在这个时间里共享观点 YouTube 跟脸书要联合直播啦。我们知道之前大家留言板留下很多你们的观点，有很多人留下很多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决定直播让大家来问问题，上跟我都会尽量来回答大家哦。他是尽量，我是绝对会100%回答你所有的问题，所以帮我们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来一起参加直播。4月19号晚上8点见，大家不见不散哦。